红条，红条这个鱼很少，很少有。枸杞是不是顾眼睛？对，我现在看超远，现在是这么远靠远。哇，怎么样？哦，哎，你那个鲍鱼直接这样子，那浅浅罐，我看不惯这种场面。哎，那你吃旁边。没关系。今晚10点，一起吃饭吧，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